这个是伤害调整为15%最终伤害，然后它这个文本又 bug 了。它这个国服现在是30克，然后变化之后是38克。好，国服这边是8秒，然后改版之后是10秒，然后辅助导弹现在是3个，改版后是5个，冷却时间从240秒减少至200秒。